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地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皇陵建筑群，区域面积达40多平方公里。明朝迁都北京后，有13位皇帝埋葬在此，叫做十三陵。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13座皇陵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路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200多年没有间断过。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王后许氏去世，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君清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2年时间，才找到了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涂家营，但是因为皇帝姓朱，朱与朱同音，朱要是进了涂家肯定要被宰杀，反帝讳不能用。还有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阳山脚下，因为后面有村叫狼口峪，朱旁有狼更加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不过燕家与燕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是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没能当选。一直到永乐七年，最终确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君清等人选出的现在这片陵区。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场，中间重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2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沙山环抱，向南一直延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地灵吉壤。清东陵位于北京东部燕山南麓的遵化马栏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平金星山，东傍鲶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下葬150多人。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补地的故事。顺治皇帝进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
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伶俐，先后有两批亲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都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四海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跳，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仔细观察这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芒气葱郁，可为朕受功。”并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说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落定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沙山，整座山岭北高南低，顺势而步，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还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木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陵墓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